你区区一个书童，何德何能能成为大哥呢？在下无德无能，只是开个玩笑，望老师见谅。哎，不行啊，焕，我不跟你比了。年轻人，你跟我抢饭碗，你哪个道上的？还没请教。教上教，先请而后教。教后而先请，先请而先教，后教而后请。再说我就要教了。哎，不许教！本夫子原籍三水，现为华府首席西岐，手执白纸扇。你哪个单位的？我原籍苏州，现任华府伴读小书童，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。我呸！你打过我？哼！我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老牛在腰间，龙头在胸口，人当杀人，佛当杀佛。啊！啊！啊！